马来西亚人多制作，每一部戏大概两场戏，不要挂虚小的。我哈哈哈哈，要一下我们这部电影不是啊，我们两场。哈哈哈哈，我一场。哈哈哈哈，最 happy 的事情是什么？最 happy 的，对，最 happy 的就是把我拍得很好哦。哈哈哈哈，我的海报不是很大，可以刚刚看不到我了。我们这个影每次都放大哦，你人家你的影啊，也是我们已经知道啊，要听观众啊，我们就是真的是这样的，我们要请所有的马来西亚朋友来支持我们的DJ贵人，好吧？耶，好准啊，今天。我觉得我准啊，我准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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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啊